喂，肥仔啊，你快啲去交咗啲水费电费去啊！嗰啲水费电费单咧，就喺仓库入边嘅文件夹入边，一揾就揾到噶啦。你用微信一转账就得噶啦，好方便嘅啫。你头先，喂，你头先噏都噏咗咁大抽嘢出嚟啦，我点记得咁多？喂，嚟，辛苦你搞掂佢。仲有，你记住，嗱，以后咧屋企嘅呢啲咁嘅湿湿碎碎嘅嘢咧，我信任你，你负责所有嘅小事啊，大事情先交俾我。例如话屋企要买车啦、买楼啦、买铺啦，咁你先至向我请示汇报啦。爸爸，签个名啊！你有冇搞过啊？考得个70分，你叫我签名？妈唔得闲，我够唔得闲咯，我都问系我叫。妈妈，我眼瞓啦。吓？咁你做晒功课未啊？未啊。未啊？咁就做完功课先去瞓吓。你而家饮啖水，醒下神先吓。哦。哎，老，你出嚟仲要惨亲脚啊？有啲咁嘅事咩？唔记得就买过只啦吓。喂，阿肥仔啊，喂，我买两件衫，你帮我代付啊？你自己买衫，点解要我帮你代付啊？你话要我买两件衫，即系近期我就少买咗衫，跟住你咧就帮我俾钱噶嘛？又系我应承你嘅？系啊，我有冇理由咁大方啊？系啦，爸爸你好大方噶。系啊，连个女都听到噶。你又听到啊？啊。咁俾就俾啦，系边度啊？喂，唔系，我觉得佢可能系心理层面上面嘅问题。系啊，的而且确近期咧就硬系有啲好莫名其妙，有不可能发生嘅事，就居然发生喺我身上。咩事啊？最近我屋企咧就硬系，我觉得我老婆同阿希儿同我咧就。真系两个完全唔同嘅空间咁样样咧。嗱嗱，本来我屋企所有嘅大事咧就归我管，咁小事咧就只乸去管。咁但系点解佢记得嘅嘢同我记得嘅嘢都唔拉更嘅呢？点样唔拉更法？嗱，好似嗰次咁样样啊，我响嗰度就恰啦，恰啊，我记得好清晰，恰之前咧我就将我个紫砂壶咧就摆响台面度嘅。点知一盒醒咗之后，鼓碎咗吓，咁我话唔系啊，佢哋话系啊，你哋瞓觉之前你掟烂噶，咁我又记得唔系咁喎，仲有啊，阿 May 咧就上网就买嘢，咁买衫，咁咧就话叫我代付，咁我梗系唔制噶啦，点知后屘我又应承咗佢，仲要帮佢俾埋钱，咁又点解释呢？开始咧，我仲以为佢玩嘢整蛊我两个，但加时我发觉咧，可能系佢两母女玩嘢整蛊你。你玩嘢就真，佢哋够胆玩我，即话晒你贵员工，我都叫做一家之主。唔系，但由你呢啲遭遇同埋平时我自己嘅体会嚟讲，你又真系唔似一家之主。而家埋单又唔系你话事，屋企啲嘢又唔系你话事。你似一家之主咩？你似一家之猪啊，咁样嗰种，应该唔系咧？你个记忆力出问题，肯定系有人要整蛊你。整蛊我？喂，食饭啦喂。喂，你睇今日几好餸，有肉食啊！好似好耐都冇见过有肉咯。嚼。快食。啊，系啊，肥仔啊。你头先话咧要买嗰个清远嘅旅游票嘅，你买咗未？清远系啊，无啦啦走去清远做咩啊？你咪话嗰度啲酒店平，想去住一晚玩两日噶嘛？我边有咁讲过啊？又有你瞓觉之前讲噶嘛？我瞓觉之前讲，唔单止我听到啊，连个女都听到啊，女可系啊，你讲过噶系啊，真系梗系啦，系你个死人头啊，系。你两条友仔又想夹埋嚟玩我咧？我同你讲，今次你玩我唔到啊！你细估唔到我部手机校咗录音，摆喺度录晒咧，使唔使放俾你听啊？啊！按摩手先啊！
你啲咁嘅衰女包你真系。送先吓。企喺度。蚀。好好玩啊，好。整蛊我好过瘾啊，好。我同你讲，你唔好睇你老公我个样啊似猪头饼，其实啊，我心水都唔知几清啊。哎呀，你心水好清啊，就唔使乜嘢都我记晒啦。咩啊？系啊，我系要整蛊你啊。我就是想看到你破财嗰阵时个开心样啊！我就是想看到你懵成成嗰个样子，个心里面不知几平衡啊！喂喂喂，乜你咁样做人老婆噶吓？得啦，你唔记嘢啊嘛？好，我记冇问题。不过我会继续咁虐待你噶。不过我怕你先怕米贵。由今日开始，所有嘅事情我自己记翻，我自己搞翻掂佢。真系？由今日开始。我就是我哋苏家的副管。喂，你究竟在度做管理呢，抑或系搞乱晒啲嘢咧？管理的第一步咧就是统计吓，你咪成日话，哎呀，我嗰件卫衣去咗边咧？绿色嗰件啊，你记唔记得？我影咗相，归类好之后，只要在我电脑度一输入绿色。唯一佢即刻就会弹出嚟，他在哪一个柜哪一格第几件？喂，你咁样即系话每一样物件你都要影相啦？梗系咯。咁成屋咁多嘢，你影到几时啊？哎呀，长命功夫长命做，而且我牙齿当金使，你放心，我讲得到我就做得到。我都费事同你癫啊！嗱，我预先同你讲啊吓，你搞唔掂咧？你就不要叫我帮手，我不会帮你手的，你慢慢玩吧。你放心吧。子桂元哥，喂， welcome welcome， 怎样？没啊，想问你借个士巴拿整个水喉。好，没问题。士巴拿是吧？等先啊，因为我们间屋现在所有的东西就全部输入在我这个电脑的 Excel 表格里面的、哦、你等等吓，士巴拿嗱，即刻有，唔多味唔多味。嗯，你而家入我哋间房左边嗰个床头柜最下边嘅柜桶拉开佢，见到有个粉红色嘅盒仔，哦、你揭开佢，士巴拿喺度。哦，好，等等吓。啊，哇，先进啊，高级嘢几方便。是你什麼都有。有安哥哥，謝謝，真的在那裡，一找就找到。我回去叫 Coco 整份這樣的東西，他經常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裡，到時候你重新買過。喂，這個真的可以有啊。我勸你就咪了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你叫 Coco 整份這樣的東西，分分鐘你離婚都有知。不那麼誇張。我懷疑你真的經常開口撿著你，我听佢噏嚟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士巴拿列有银，两点半借出，搞掂。啊，好啦，好快还翻俾你啊！啊，唔该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唔该你啊，真系。Hello， 我老婆订嗰啲嘢，收到，你一早记得晒，姐，翠红的，来十斤小米。喂，我老婆跟我说好像是十斤大米，不是小米吧？兄弟，你记性不好啊，记错了，十斤小米。等等啊，没理由的，我老婆明明说十斤大米的，再说啊，十斤小米，哪有吃得完啊，我怎么不喜欢吃小米的？喂，你记性这么差的？什么，我记性一点都不差，我就是怕自己记错了。嗱，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，十斤小米。哎呀，老细真系你咧，你睇嗱，我老婆话要十斤大米，你连写啊都写错咗，你咁嘅记性啊，真系回路下啦要。咁小米又系米，大米又系米，差只字啫嘛。呀，此言差异啊，差一只。你会搞到我拎住十斤嘢腾埋腾去，翻又要俾老婆闹啊！你得啦，唔使口水多啲啊！十斤得啦，大米系啊，大米大米啊！嚟啦，
呢度有一包，搞掂嘅。唉，好彩有啫，清好咗啦。我走啦走啦，就赶时间。微信住咩你啊？咁啊吓。唉，做乜嘢？哎，小芬，我又是来攞货，不过好朋友大娇，记得唔使你提醒，等等。大娇几时是你朋友啊？感情好啊，乜鬼有嘅？嚟阿嫂嘅一箱蚝油，蚝油？唔系喎，大娇话俾我听佢订嘅系豉油啊，即系咩揭阳嗰啲豉油咧？记错咗啦，系蚝油咧。唔系，我出门口之前佢先提醒我要攞豉油。哎呀，人哋记性好好噶，人哋识得咧咩记忆分类，唔会记错噶。咁又唔好咁讲，咁顾客永远都上帝，又改咗要豉油定蚝油啊？不嬲都系豉油，唔系蚝油。咁豉油咪豉油咯，冇咁大声先得噶。嗰啲揭阳豉油喺边度？我唔知噶，咪冚唪唥都你掌握当中嘅。哎，我玩下佢啫嘛，豉油啊，等等。喂，喺你屋企咧，系咪整蛊佢系传统娱乐项目嚟噶？我边度得闲整蛊佢啫？佢乜嘢都巴晒嚟做，咁我咪落得清闲咯。一箱揭阳嘅豉油，我都话噶啦，一家之主有乜可能唔知喺边先得嘅？等我检查下先。哎，冇错啦，冇错啦，呢啲豉油，睇嚟你真系一家之主，咩都管晒喎。系啊系啊系。不过我觉得咧，你间唔中都要自己放松下嘅，啊，一唔系阵间去饮下咖啡啊。咩？做咩饮咖啡？你只眼咁样样？唔系，就系饮下咖啡可以身心放松下啊嘛。靠尾啫吓。对我系咁眨晒眼起晒杠咁，你系咪想同我暗示啲咩呢？好明显系暗示啦，我系见到你情况危殆先至对你眨眼嘅啫。我系想问你啊，你屋企嗰个阿妹系咪整蛊你呢件事？你查清楚未噶？解决咗未噶？掂晒解咗啦！你唔觉嘅咩吓？家事屋企所有嘅大小事情，全部由我。佢全权管理，佢掂都冇得掂。我头先见到咧，总之咧，所有嘢都立晒上身做，阿妹啊翘起对手，咩都唔使做。冇错啊，咁样睇嚟，你似系个打工人，佢似系你领导啊。咁又系你两位大哥教我噶喎，吓，即系屋企无论咩事都好，就唔好俾佢掂，唔好俾佢搞，净系我。咁你家事又反转嚟，咁你哋教讲明啦，到底点先至为之掌握到呢个实权？嗱，好简单嘅，每个家庭边度都好咧，你掌握咗财政大权，咁你就等于揸住实权。唔使鬼家私先揸咩？财政大权不嬲都响我度噶啦，嚟，全屋企自值钱嗰个都喺我度，张卡我揸住噶。哦，即系你屋企嘅财政大权喺你手上，不嬲都系张卡一直喺你身上。对。一直都冇离开过，咁又有离开过嘅。佢嗰次佢话唔知去银行度办过咩业务啊嘛，咁我咪俾张卡佢，又讲个密码俾佢听，咁佢又冇事噶。佢又攞过张卡，又知道密码，梗系知。唉，咁冇行啦，你个控制权又冇咗啦。咁佢唔可以到时攞张卡去银行嗰度转移资产嘅咩？你又夸张啲，使乜转移资产咧？啊，系咁依佢个密码，你惊到脚都震咧。系咯，改密码嘢系嘛？佢够胆先改我密码，我打死都唔信啊！哎呀，眼哥哥，唔该，借个 pose 机嚟用用。做咩？用事实来说话，好埋单啊！佢以为我密码几多？密码望你嘅死人头嗱。密码不符啊，输多两次咯，锁埋卡添。哎呀，喂，个密码，哎呀，你真系好嘅唔靓，丑嘅靓咯。未知，怪得我噶噃，呢啲系我嘅生活分享嚟噶，嗰啲女人啊，个个都用呢招噶啦。而家咧，财权又唔喺你身上。所有嘢又要你做晒，我觉得你喺你屋企嘅作用相当于一个保安仔。我好
就等我呢个保安仔帮佢執行家法。我唔同你讲咁多，我净系想问你一句：我哋银行卡个密码断估系你改噶啦啩？系啊，喂，你将我银行卡密码咧设成嗰啲鬼五马六嘅，我点记得住先得噶？咁我要存钱啊，梗系揾个方便啲嘅密码去记噶嘛，咁咪改咗佢咯。得，我真系唔想同你拗颈。总之改咗乜嘢密码，你同我讲吓，我要改翻佢。你改冇问题啊，你改完之后记得话我知啊，如果唔系我点存钱啊？哼，我改完之后又讲翻俾你听，喂，咁有鬼意义啊？我同你讲吓，个新密码咧就一定唔可以俾你知，如果唔系，用乜嘢揸都冇得剩啊！真系得啊，你管晒佢啦，我唔想管啦吓，你自己搞掂佢。诶，喂，不过咁、啊。有笔货款咧，而家催紧我哋去俾嘅，咁有几万蚊咁多噶啦，嗱一声转咗佢啊！嗱，听日我去柜员机，嘟嘟嘟就系啦。咪都系唔好去柜员机啦，你都系去银行柜台嗰度办好啲，我惊你啊手震震咁多个零。哦，好好，你话点就点，吓吓吓，柜台。喂，肥仔，记唔记得今日要做啲咩？我记得，四点中国银行剪正啊嘛，你都傻，你哥我唔记得啫系嘛，我搵纸搵笔写住佢，四点中国银行，去剪正牙嗱，我写到咁清楚啊，叻啦，仲有乜可能唔记得？嗱，系咪先？咁你记得啊，自己记得做啦吓，喂，我去接女放学啦。好啊，你冇去咯，黐喺度，随时随地提醒自己。四点钟，咁家私去都差唔多噶咯。唔系喎，我拉咗站，咁佢哋翻到嚟，咁点入啊？十零分钟啫，你唔开锁。老细，买嘢。四点，中国银行转账，完全冇人。哇，系爸爸，喂，乖女，喂，肥仔，哇，咁好生意啊，喂，卖咗三支酒啊，咦，系喎，叻女喎，卖咗三支酒咁叻咧，喂，唔系你卖嘅咩？我出咗去，我都唔喺度，我点卖？你卖嘅，你出咗去，冇落到站咩？咁我要四点钟去银行转账咁。我谂住咁近又惊你哋摸门钉，我咪冇落手。你写住话四点钟行开，张纸又唔收埋，摆喺度俾人睇到，人哋一定攞支酒走咗啦。哇，你个脑攞嚟做乜嘢噶？点解我搞咗个咁蠢嘅老公嘅啫？你唔记得啊？你攞个手机嚟记住啊嘛，死蠢！点解我今时今日变得咁死蠢嘅咧？诶，冇啦，老婆，即系为咗以防万一咧，我都系决定从今以后。我只是负责记大事，啲小事都是你记啦。梗系啦，嗱嗱声话个银行密码俾我知啦。银行密码都算小事。